宋慧喬下班直奔老公懷抱，与宋仲基黏 Tt 吃烤肉。宋慧喬左一收工立刻跟宋仲基会合。图宋慧喬 IG 2018年3月16日。南韩演员宋慧喬去年十月嫁给宋仲基，但两人始终未正式在公开场合亮相，但私下踪影却被拍到不少。昨宋慧喬出席完化妆品活动后，立刻飞奔离开院的烤肉店与老公会合吃饭，朴素的约会再度被媒体争相报道，两人所到之处都是众人焦点。宋慧喬昨替化妆品站台，是新婚后在韩首度公开的活动，而他一结束行程立刻飞奔离开院的烤肉店与宋仲基会合，两人为遮掩立刻被网友认出，黏 Tt 的恩爱模样也被拍了下来，媒体也争相报道，可见宋夫妻人气依旧。